秦皇配置就是每个人的换日不一样，对，有些人可能比较早，有些人比较晚。我的是二十分啊，魔族皇冠可以抽，那是你可能是你更新比较快，跨日比较快，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是水暗星嘛，对不对？科特是水暗星，对不对？科特是水暗星，老板娘喷水，喷水我不喜欢吃，我觉得喷水不好吃，个人感觉啊。100 C 不用手消哈，不用手消，那个天降也算。谢谢君君 Han， 感谢。为啥收不到通知哦？感觉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我基本上都有固定的开台时间了，只要有这个新活动，我一定会开台。小许华光抢吗？垃圾。哦，我看一下哈，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、两个水岸星嘛，对不对？水岸星哦，然后科特。然后加主角，这样子好。水岸星的话都把它切开，好，然后火珠可以拉下来，啊，星珠全部切开，完美的一个版面。这样子应该可以100吧？我看一下，可以啦，可以，绝对超过100。华光真的是垃圾啊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真的没办法。160 C 手消160康。绝对 OK 的，好不好？秦皇也是可以这样过的。我觉得少了一个感觉也可以耶，少了一个应该也可以。奋起湖的里面的 Seven 的便，奋起湖便当跟奋起湖便当，奋起湖里面的 Seven Eleven 里面的奋起湖便当跟奋起湖便当哪个好吃？到底这是在干嘛？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